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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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放掌。这个再说一下两件事情啊。那关于学人到慧智讲堂去讲聚社论。固然是由于慧智讲堂方丈这个弘印长老的提拔和提携和支持，那另一方面呢，慧智讲堂曾经是学人的师父啊，剃度恩师啊，上真下华老和尚和大师兄上如下须长老主持过道场。师父早年在慧智讲堂做过方丈，后来到新竹福岩精舍担任方丈和福岩佛学院院长。那这两个道场都是由应顺长老创立，一个内修一个外弘，内修是属于福岩精舍，外弘是慧智讲堂。但是年久失修房屋呢毁弃，是由学人已故先师真华长老和已故师兄如虚长老两位复兴重新建立起来的。而今日学人又到慧智讲堂讲经，就像这个象征意义非常深远。还请诸位居士基于护法的心情呢，为佛教为众生，然后来护持一下。那你到场呢？我相信我这次讲的又会跟在基金会讲或我私下讲的完全不同，纯谈法义不讲其他的政治啊什么，都是闲聊没有啊，就是大家悠游于法海之中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本经社是以纯粹弘扬天台宗正法为主。然而在宋代的祖师知礼大师，他们也有兼修密法哦，这是我看天台宗的他们的著作我才知道，在请观音经书和禅意抄里头啊，他们要放生仪轨的时候要念慧基金刚咒，那我甚为惊讶。那其中的理路是什么我还弄不清楚。后来买到这本书齁，台密、东密和唐密。这个天台宗呢传到日本去以后，它有和密法融合。后来日本天台宗的圆真、圆仁两位大师特别回到中国，分别求取金胎二戒的灌顶和诸部密法，而回到日本重新弘扬，使得天台宗的密法呢在日本一时弘扬非常兴盛，竟然有胜于空海大师的真言宗。而在此消彼长之下，
然后宋代和唐代天台宗自然受到影响。那这也是我日后一个研究论题啊。大概是这样跟大家报告。所以呢，我们会开这样读书会。只要人数凑齐，我们即刻开班。但是就讨论深入的哦。浅得的话就大家在家读就好。好，我们看到第22颂。接下来这几颂哦都算是不甚太难。不甚太难。22颂呢它是说，大家跟我讲一下，这个颂文是哦，若业有信者，是即名为常，不作亦名业，常则不可作，乃至于到诸烦恼及业，是说生因缘，烦恼诸业空，何况于诸生。好，在他的标，他的大标是破啊，小科业力无性，也就是说这个业力的生成啊，无性是指无自性啊，业力也是没有自性。倘若业力有自性，这个就是它会永久恒常不变，那有自己的性质啊。我们知道在这个佛法来说呢，一切都是讲缘起啊，因缘生，因缘灭，因缘和合啊，有因有缘而后生果啊，当然因和缘是什么之前都跟大家分析解释过。至于说像轮回因果的道理啊，这个其实是在印度本土的宗教文化早就有，而不是佛法专利啊。来来来，你那些爱困，我得加工一下。这个大家知道婆罗门教啊，分四种种姓，还不入四种种姓之流的贱民阶级，对不对？那如何使得这是，我为什么拿麦克风？这边已经有两只了。如何使得广大的印度群众啊，当时五印度各个雄踞二三十个国家，他们都能安心安住于他们的生活或是工作上，而不会起动乱，就是这个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但是种姓制度提出制度而已，背后的原因原理，你总是要给大家一个解释，那大家才会安心嘛。所以因果轮回之说就是这样被提出了。这原本就是你要说是被发现出来的原理也好，或是被制造出来的原理也罢，而变成为政者安抚人民或是使人民安定、国家安定的施政工具。但是佛法不是这样解释，佛法是用缘起的道理，由缘起来看因果轮回，最后归结在一切的因缘果报源自于你自己所造的业。这是所有真正我们要讲
不是讲因果轮回啊，是讲业果的道理啊，业力。我们这一品就是观业品嘛，所以业的生成或是消失，也是基于缘起。既然是缘起的，那就是各种因缘、环境条件所聚合而成，就不会有自性，不会有他自己恒常而不变的体性和性质。如果这个就要看到讲义了，如果业它有自性，那这个业不名为业，它就落入了常见之中啊，它就落入常见中，因为它恒常不变。做坏事的人永远不会有恶报，对吧？做善事的人永远得不到好报，然后坏人永远过得很舒适。那善人呢，每天努力的、辛勤的、奋斗的工作而不到好报。业果道理它是要配合缘起。刚刚前面是讲，如果业有自性的话，是即名为常，那它就不会有改变，就是落入边见。常见的另外一面就是断见。好，不做指的是什么？不造作的，诸位看诸位的讲义哈。造作是什么意思？就是行为嘛，举止啊，不管是你心的行为、身口的行为，这都是造作。造作也是要有因缘的。既然如果说业有自性，那是常见，那不需要造作，不用有行为举止的发生，业就生成，业就有了。那这样对吗？我们看应顺长老的说法。那回去诸位有没有复习？好，二十二颂哦。现在那本书传在哪？哦 ，OK， 好。我还会再编第四本讲义哦。我编第四本的时候，我可能还要再加上科判，然后再加上我的译注和白话解释，然后再来就出书啊。那我们看二十二颂是吧？二十一颂讲过了。二十二颂，业有性者，即名为常，不作亦名业，常者不可作。好，先说这个标题和科都说过了，现在白话呢，他是这样说啊。这个应顺长老说的很多啊。那刚刚我所说的业啊，它是造作。如果业有自性，它是常见，它是常住不变。啊，如果是常住不变，那无需造作，
就有业，不需要造作，是常住不变，不被造作，本来就有。那这样有问题，常住，因为常恒常不变的东西，恒常不变的事物，不用被造作，不用被制作，它就从以前到现在就存在。比如说，天地怎么来的？从以前到现在就有了。那这样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天地的生成也是因缘和合，也是缘起。好，在婆罗门教而说，大梵天神是怎么来的？不可以说，不可以问。从以前就有了，梵是一切光明清净，所有你的这个什么真诚勇气的来源，这个是出自梵书和吠陀里面说的哈。那我们去看梵书和吠陀，你再去跟基督教的圣经比喻，发现很像。所以这一颂给大家白话解释，他这个呢，这一颂先出示外道的见解啊。但是龙树菩萨在上一颂呢，否定了业有自性，而外道又说业呢。没，他这个龙树菩萨是他刚一开头用一个若字，若就是说假如啊，如果业是有自性，那就是称为常，恒常不变，是具有常见。那不造作，业就自然生成，也没有所谓生成的问题，从以前到现在就有，业就有。那业不是被常呢，是常见恒常不变，不是被造作出来。好，白话解释已经讲完。那底下23颂才是龙树菩萨破。22颂我们看，他是说，其实他要说的是遮破，遮是回遮啊，遮止之意啊，破是破除，破除业力是有自性。业力它不是自己造的，也不是由他造，也不是自他两种合合而造，也不是无因而造作。这个其实都可以推到第一品啊。破四生，知道？四生是什么？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四个，对不对？破四生。这里呢，也是这样破，破除业力有自性，破除自造，破除他作。破除了自他恶作，破除无因作，这前面都讲过了啊。所以应顺长老他说，遮破这业力有自性啊，遮破自性这回事，自性这个事情渗入了业力业果的说法里面。所以说遮破实有自性，不待缘常住的业力，小科是这样齁，遮破本有不造作。好，这两个。这22颂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这个再说一次，有。好。所以我们要弄清楚，这个
他现在说的这个业，哦，破横，哦，长，还有破什么？自信，还有在破什么？业力是怎么样？嗯，本有，哦，啊，这是这一送。好的，白话解释也给大家说完了。那这里面呢，常呢自信本有，也跟大家也约略解释过。接下来要23送，在这个佛法流传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有很多啊学说。其实本来不是佛法，但是呢，因为它加入了佛法的元素，最重要就是般若和缘起，使得它原本这些不论是于流传于本土的学说，或者是外道的思想，它变成佛法，给它不同的诠释，不同的生命展现。他就变佛法，所以学习佛法必须有四项因素。第一，这是阿含经中说清净善知识，善知识有人，有同行善知识，有什么？有好几种善知识，经论、书籍，这法宝就是善知识。但是你要怎么分辨善知识，那又是另外你必须历练的课题齁。必须历练的课题。好。听闻正法这第二步。那什么是正法，你也必须要有自己的定见。我刚刚说佛法在流传过程当中常常会被人家引用附会，但你从这之中要抉择而不被迷惑。好比说持咒啊，真言口诀，它是不是佛法？它原本不是佛法，后来是佛法，为什么？因为他加入慈悲心、大悲心、菩提心的因素，最主要他还有缘起的因素，他可以用来方便度众生，而不是明文利养，这个就是佛法。倘若说持咒消灾，哦，这是密咒圣的法会火供。参入了明文利养，其实就本质上来说与外道无异啊。所以听闻正法，你听闻思维就进到第三个，如理作义。那我们平常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如理作义这部分99.9%循环全部跳过去，没有如理作义。或者是有的人告诉你相似的佛法，哪些呢？例如说，哎呀，这你业障业障真重，你爱较紧来消你的业障，消灾点火，
是不是啊？啊，点光明灯啊！阮遮光明灯足俗个，一盏200块，哎、欸，一盏怎么讲？啊？哦，点灯愈大条，啊不，越大盏怎么讲？你的亚种小个个卡贼，这不是佛话，是吧？这个是道场为了要吃饭，哈，点灯持咒的确是有消除灾祸，让人心安定。甚至能够调伏烦恼的作用没有错，但是加入了明文力量都不行。那我们不能为明文力量而用，这个对很多在家居士来说很困难呐、啊，哦，坚持都不容易。所以听闻正法如理作义，你看思维有思维的方法，还要训练，那就是长时间的，最后就要去实践咯，实践就去做真正修行，法随法行。那在我们中国大乘佛教呢，修行的理路道理，在家居士当然是说法的法师必须要负责啊。在家居士也要善听齁、哦。在家居士也要善听啊，不是每天去哪位消灾，这的心灵很灵感的，我较紧去消灾。这拜忏齁、哦、哇很灵感的。这的水齁、哦、哇、哦哦，迄心力真大真悬哦，啊，遮个佛菩萨哦，哪一届去求，拢一定甲我应声诶，应声就是灵感啦。但是我甲诸位报告吼、哦，这也是家己爱去消吼、哦，佛菩萨无法度替你消。哎，业障家己爱去改吼，忏悔家己去忏，不是把人替你拜，替你忏悔，无这个代志。哦，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些？这都跟业有关系啊。如果你说以上所说的这些全部都可以成立，那这个就落入。业就是有常自性和本有，那我们是缘起要来破恒常哦，破自性破本有咯。所以诸位学习佛法啊，他要您学到他的佛法的本质。是这样，就像水加入不同的容器，杯子、锅碗、瓢盆，它就变成不同的形状，但是它里面有水。那水在流的过程当中，有些人不喜欢只喝白开水，有些人喜欢加蜂蜜，有些人喜欢加糖，加奶精，甚至加什么炼乳。或是做什么柠檬汁啊，那边柠檬水是什么什么。这样越来就会越失去水的清净甘甜澄净的本质。佛法的流传亦复如是。所以要把握这个佛法的这个精髓。就在波若缘起啊。好，再看
下一颂，二十三颂，二十三颂，若有不作业，不作而有罪，不断于犯行而有不尽过。好，这个科是这样说，它都是在于这个不作，然后破，也就是破除这个不作。什么叫不作？不用造作。不用造作就是说没有变化。什么是造作？行为发出啊，有主体和客体。造作就是操作，英文叫做什么 ？make 或是 do， 对不对？啊，如果业不用被造作，不用造作，不需要造作，便能得到业，业就形成。那这样有问题了。那我们什么事都没有，生下来什么事都没有，我们就有业，就有罪哦。这就是圣经说的，每个人就有原罪哦。原罪是谁带来的？那亚当和夏娃偷吃了苹果，被蛇引诱，这个就是人的原罪。人是谁造的呢？上帝他在捏泥土捏出来的啊，捏了泥土放进烤箱里面烤啊，不是烤箱，烤炉还是土窑里面烤，烤得黑的是黑人，烤得不够好是白种人，烤得刚刚好黄种人，烤得介于黄和黑之间就是红种人，知道？这个叫做无有是处，没这回事啊。如果说不经造作而就有业，那么我们不用造作我们就有罪，那这个业果道理是说不通了。业果道理是说不通，我们常常会抱怨哦，好像因果报应、轮回感应这回事是哄骗善良的人。对啊，有些人的确过得很舒服啊。这使我想起这个。在太史公史记啊，司马迁所做的史记，说在汉朝那时候有个家伙大坏蛋叫道直，知不知道？有没有读过史记？没有，就有个大盗叫道直，他偷了很多户人家，但是他能够颐养天年，但是呢，行善。做好事的人却是灾祸连连。我想太史公他是用这个来比喻自己的。他说：“难道这样，这个好人不偿命，祸害这样千年吗？”他说：“不是，这样才能彰显天道。”什么叫天道？天道月本来就有阴晴圆缺，天道之运行不是每天都是晴空万里，总是有阴天或是雨天之时。若无阴雨之天，何来彰显这个晴空万里？若无小人跳梁小丑，何来彰显正道正人君子？
那你本来做好就是应该的，那这样去特别凸显，那就是表示那个时代对于正道正法很衰落了，所以他这个意思哦，这多说了。所以说，如果不需要造作就有业，那么我们不需要造作，我们就有罪了。那我们不用断除这个，不用断除淫欲，然后就可以得到清净的梵行，或者是说不断除清净的修行，继续清净的修行，你要得到清净的果也没有用，因为你不造作就有业就有罪，那这样不符合缘起之理啊。这是第23颂，所以他说不断于梵行而有不净过，这就是落于常见断见之中。哦，落于常见断见之中。好，讲到这有没有问题？当然，有时候我们会抱怨的说，啊，这个有些人诈骗了好几十亿哦，啊，躲到美国去，啊，过了9年，每天花天酒地包养小三4、5、6、7、8，啊，每天吃喝玩乐嫖，吃喝玩乐嫖赌，哎，过得很好，哎，这个真的很妙。那开车遇上车祸，对不对？遇上车祸，严重的车祸，那两个人都要往生的，就另外一个轻伤，另外一位呢重伤，急救都来不及，这就叫共业之中有别业哈。那讲到这还不相信业果的道理，那这人真的是外道兼愚痴啊！我是在勉励我自己啊，对不对？好，这是两颂。好，接下来24颂，我们休息5分钟，好。啊，六妙门观心论书。十不二门指要抄等等这些齁。那这个我们读书会呢大概就是以这些深入的来说齁。那如果说大家觉得有什么好的建议，想怎样私下探讨哪一部，你可以跟我讲，我都应付得来啊。但是只有两个小小的要求，你不要叫我讲，一个华严，一个叫唯识啊。可以吧？好，你们有没有想要参加读书会？因为天堂我有上，现在不是要参加的话课，就那个最后那个层次就。那就你可以星期五晚上来上四教仪。其实你不用担心，在我的巧妙带领之下，你没有基础也 OK。好不好？相信师傅啊。像天台宗呢，你看啊，这边哇，很多的历代祖师的著述啊，像四教义，像金刚毗、国清白露、法治一篇、观心200问、四明十义书，
我现在是正在打算将《四民十义书》和这个《三家义院》，或者是啊《天台宗》里头的这个《四民人月义说丛书》里面这些啊，来做科判，或是描述叙述他的忠义，将宋代天台和唐代天台弘扬。你说齁，你要弘扬天台学，我跟诸位说，你必须要很完整的，不是只有智者大师的天台学，唐朝的天台学、宋代天台学，你全部都要来龙去脉一脉相承，全部了解。要不然就是怕把球捡一卡啦，知无？有怕过把球啊？你要听白的时阵，啊听五万都无听到，啊听到三通，啊就放炮啊，知无？听不听得懂啊？啊班长听无？啊？上课这个我在慧智讲堂都不敢讲哈，等一下被人家投诉说这个法师这个不怎么样。我这是度众生方便哦。现在开始录了没？以前我妈妈跟我说，你若是什么人学的打麻将，我卡手给你站好长，所以我们都不会打麻将。因为我爸爸就是超级业余赌神啊，他摸牌哦，哇太厉害了，一摸啊，譬如说白刀黑黑有四卡对吧，东西南北风，他摸牌对不对，他不用看哦，他就知道这个牌要不要打出去。那我说您看你高怕白啊，不怕几根楚和温短的。温老辈的哇可以赶快死了。啊你这是什么一公里就高怕白，我看嘛什么，我看嘛喊喊嘛，对不对，好来啦。欸外面下雨了，欸看样子外面是不是下雨了，哦好来。第二十四颂。好。第二十四颂啊，好小科。你们看，遮破世俗地的名相习惯，不做而有罪恶善德。就二十三颂来说，我们没有任何的造作，就有业，就有罪。同理可证，我们不用任何的造作，就有业，就有善德，对吗？这是不合理的，不合道理的，不合缘起之理的。所以呢，在二十四颂，他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在前面的理路这样贯穿下来，业不自作，也不待而作，也不待作，待就是等待的待，不用做就有业，不论善或恶。那这个就是落入常见断见哦。
那再来，如果是这样的情形，他说：“是则破一切啊，世间与言法，作罪与作福，我有差别。”所以他是整个理路这样下来哈，造恶业的人，哎，不是造恶业的人。我们不造作任何的业，就自然有业，不论善恶。那以修犯行来说，我努力的修持犯行，却没有修犯行的敬业，而有那个什么，有不敬业，那就破坏这世俗正法了。世俗正法是依着名言而安立的，名言最主要的是来自文字语言哦，对不对？就破坏了世俗正法，而没有啊，这个人格高尚卑劣、行为的善与恶、法治的良与这些。通通不见，那这是破坏世间的大邪见。造作罪和造作福没有差别，这是破坏世俗正法。但是你要是说好，不论造罪造福，它都是空性，空性是基于缘起的，那这样可以这样说啊，这样说可以对。再讲一个，在摩诃止观里面有说，佛摩一如，佛即是摩，摩即是佛，这个概念它是根据天台宗的一念三千而来。一念三千，它不止性具三千，心可造三千，外面的事境界也可以造三千，但是不论事造心具，全部是空性。好，这个天台宗是走这个路线，他不是走如来藏学的，一直到宋代天台都是走这个缘起空性的路线，直到明代以后，因为国家的管制趋于严格，佛教就进入暗淡期和黑暗期，所以天台宗的祖师才兼着弘扬两本经啊，两本经论，一个叫《大圣起信论》，一个叫什么《楞严经》。在这之前，天台宗祖师不弘扬这两个的，因为我看所有宋代天台祖师以前的注解，没有讲这个。因为他本来思路就不合哦，我并不是说排斥这两个齁、哦。这是知理大师说的，不是我说的齁、哦。好。二十四颂也讲过了，再讲二十五颂。标题叫重受迫。他说：“若言业决定而自有性者，受于果报矣，而应更复受。若就是如果，如果你说业是决定。”那既然是决定，就是有自信。
好，先解这上半送。我们说业是决定的还是不定的呢？其实说这两个都不对。业是因缘，是缘起。那有人说，那法师你这样说不对。那我们不是有定业吗？那是怎么来的？那这个就是名词解释啊。来，我们来给诸位说一下什么是定业。定业是什么意思？会受生死苦果的定业因也，持有善恶二种，善有定业受乐果，恶之定业受苦果。这个解释的还是不是很理想。我们看定业不定业，来，善恶业招致的果报，就是否一定招感的结果分定业不定业，就是一手果定或不定。我们所谓的定或不定是这样，造善业得善果，造恶业得恶果。啊，这个是就是他有这条路啊，顺着这条路啊，就这样。但是你能不能保证，好啦，我在大街上面好好的遵守交通规则开车，突然冲进来马路三宝，你就我一拢干咪咪冒冒，然后对方还要你赔钱，会不会有这种事？这就叫做不定业啊。安有了解哦？你有做过三宝不？啊，马路三宝有没有做过？有的，我碰过一个，然后回家在打造法师，而且阿尚桥都拜安尼撸过去，挂一挂，我说哇，我心里面痛一下，挂一挂就2500，安尼飞去啊！我下来要看，他就亲我一眼，快速绕跑，啊！那考个七就是2500，还分大片小片。所以这个定和不定业，好，这个刚刚讲过了，造善业得善果，造恶业得恶果，这是定。不定是什么？招感结果的时间呐，决定或不决定。所以你说业到底是定还是不定，都不正确，是缘起。佛法最主要讲的是缘起，缘起之理，这是跟外道最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要抓住核心要领，业力因果轮回，这原本就是印度本土的学说，充斥在各个外道之间，只是解释各有不同啊。但佛法的解释，就使令我们知道这个世间缘起的真理。所以就是说，佛教在印度的崛起，就是啊，跟其他印度本土宗教就有着极为不同而显著的特色，然后他才能立足。如果跟他们相同，那就不成其为佛教了吗？不是吗？对吧？对吧？所以业的定和不定是这样子
来的啊，这样给诸位解释，好，行不行？啊，然后业果的道理又很多啊，分顺现业、顺生业、顺后业、不定业和满业、隐业啊，一大堆啊，这个我们就不多谈了，不多谈啊。这边定业能不能转，跟大家说一下啊，业有定业不定业之别，这是随顺世俗来说的。定业有必受益守果之业，有善恶之分，故善之而恶之定业遭受苦果。若众生能感念佛菩萨厚德，心不犹豫啊，发愿尽信修行，则现世恶报来生，得以佛菩萨之力转定业，不受苦果。这应该是这样说哈，我跟大家解释，不是说不受苦果啊。如果说不使其受苦果，那就因果业力缘起之力就被破坏。应该是这样说：我使你这个易熟果慢点成熟。现在我因为缘的不同。那就是决定中间缘的强大与否。好，现在你的善缘出现，有力而强大，你速得成就。成就以后，你再来承受这业果，你会不会觉得苦？小朋友举这个水桶，当然举不起来，一个。两三岁，恁若去挂水桶，会使袂？无法度。恁若是叫一个肥猪猪、甲油猪猪的大人，安尼去抓水桶，一只手就抓起来，就是这道理。啊，有练过的人啊，一只手指安尼，但是这爱加油啊，无目睭会青盲。以前练武功都这样，你有没有练过？这卢理师教我的哦，说你要练铁砂掌，每天去擦豆子，绿豆、黄豆、黑豆，要擦铁砂，但要吃药，也不然眼睛会瞎掉。他说你要不要练？我说我不要练，太苦了。好，那这样解释，大家可以了解吧？所以说，你说定业可转，是就这样来解释啊？啊，有了解哦。所以25颂，他说如。是回到25颂，其实25颂应该说完了哈。业有如果有自有性，就有自性，而不断不但本来存在，而不用造作，而就有业，甚至呢，业永远不会消失。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受了果报。业力还不失去，那你会不会再受呢？不管是现生或是来生，一直受果报无穷。那既然受果报无穷，你造的恶业一直受恶的果报，那怎么再造善业呢？这个就是业，如果业是决定有自性的话，就会产生这个过失啊。所以在这一颂，主要是这个，他在讲这个的问题。啊，好好有一比啊，这怎么比喻？
好，一个人，犯偷盗、偷窃，被抓去关了。关了以后，如果说好，偷窃的罪名不撤销，再被抓去关，关了以后再放出来，再被抓去关，这样不对吧？你被抓去关了以后，这个罪名就要撤销，但是会留下什么前科？科者动作也，你有做过的什么事？这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哦。你所造过的，不管善或恶，在你的阿赖耶识上都会牢牢的刻着。如果你不透过后天的修行这样消解，老实说，总有一天种子现行，现行熏种子，害人者人恒害之，啊，毁谤人者人恒毁谤之，无照驾驶者撞人者，人恒无照驾驶撞之。这话就是这样子讲啊，因为你有造这个业啊，在你的心里就会刻画。那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理？你想一下。所以在唯识的修行，它有一种叫舍烂留存，把坏的去除，留下好的，就这样一直把坏的种子啊，这样一直把它去除、去除、去除。那就是做观啊，但是这是做观呐、啊，观是观察的观啊，这样。那、啊、他这个修行是这样啊，可以了解吗？啊，这是业果的道理。啊，所以说这一诵给大家说完了，对吧？那这一诵主要它抨击的是啊，引光部啊，引光部见到这个，它是主张业力没有受报是存在，但受了报就不存在。所以引光部啊，不讲错了，刚刚说应该是引光部见到了业自性不失的过失啊。好，引光部是属于部派之一哈、哦，给大家看一下哈、哦，解释一下引光。引光部是又称为迦叶仪部，乃是二十部派之一。就传说中的绿点五部呢，是其中一部，乃是部派之主迦摄婆乃上古引光贤人之种。故以引光一系为姓，引光就是卡夏皮亚啊，迦叶一部。那像大引光就是玛哈卡夏巴，巴或是帕，算是字尾，表示这个人。玛哈卡夏巴指的是谁呢？大迦摄尊者，头陀第一，野丘哈。如果你们在一般大雄宝殿看到阿难尊者是合掌，但是呢，大迦摄尊者抱拳，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手会放光啊，凡夫受不了，他要抱拳把这手的光遮住。那这金马斋啊，哦，那我去
福建鼓山涌泉寺他大殿，他的大迦摄尊者像也是这样，然后处处都是古迹，梁上的是大清乾隆几年，大明万历几年，什么什么都有。OK， 好，引光部跟大家说了，接下来再下一颂，二十六颂。二十六颂的科是什么呢？二十六颂，我们看业因不实，要破除他这业因不实。二十六颂和二十七颂合看的，这恁做恁那的时阵，父母拢会教阮吓惊，你若是无乖哦，雷公会甲你打死。无听父母的话，无听阮的嘴，恁较早以前有安尼互吓惊过无？哇！没有被吓惊过的，请举手。有、哦，我有啊。那你们相不相信有雷公和电母？这回事，好，我们继续讲下去哈。第二十六颂、二十七颂，若诸世间业从于烦恼出，是烦恼非实，业当有何实？二十六颂，好，二十七颂，诸烦恼即业，是说生因缘。诸烦恼业空，何况于诸生，对不对？是吧？二十六、二十七颂，他这个同本异义的，他是说。像在《般若灯论》，他是说：“以有业住故，而名不施者，亦应于果矣。今复更于果。”你看他这个文，他看不太懂哈。他看《大圣中观世论》，他是说：“若法有自体。”134，弄错了，应该136哦。这个138才是他的三个寄颂，就是《般若灯论》和《大圣中观世论》对照。你的注解138，在你的讲义35页下栏哈。烦恼若业性，彼即无自体；若烦恼非实，何有业是实？此诸业烦恼，业因烦恼成，彼烦恼无实，业云何有实？好，这个意思是说，以这两颂来讲啊，它重点是在于啊，业因不实啊，破除这个业因不实。什么叫业因不实呢？所造的业啊，他的因啊，不是实际的啊。我们看他的科判的业因不识破，对不对？好，世间所有的业，一切的业啊，从哪里发生？从我们的爱烦恼、见烦恼，就各种烦恼而发生。
这些是虚妄不实的。为什么说是虚妄不实的？业无自性，这之前说了，对不对？因为业是没有自性，是缘起的，所以这个业不是实有，不能说是真实哈。这里的实是实有的，或实际存在的，所以这个烦恼的出现是在于你的心啊。那唯识要解释烦恼的发生，就用种子来解释。种子会生现行嘛，现行就熏种子。中观学直接说，烦恼非实有，也是空性，业也没有实有，实在性。这个是第26颂。27颂他是说，烦恼和业是使你感受苦果或是苦报，或者是你有这一生业果生的因啊。如果你知道烦恼和业是无自性，是空性，是缘起的话，那么这些善恶果报也都是空性，那你就不会感到烦恼了啊。空性，那也是缘起啊，基于缘起而有空性。这个是在修观的过程，这样观业果是空。那这怎么修观呢？这怎么修？就我空观或法空观这样修。那当然你对空性的理论义理你要深入，那一般人还修不来，你就有另外一种修法，修无我观。这个身体没有我，这烦恼不存在，是空性。我不可得对方以我为主体而产生的烦恼对境不可得。然后呢，这两个都不可得，是空性。讲虽然这样讲，但碰到事情来还是气得不得了啊！人家毁谤我，人家冲康我，我说呵，此仇不共戴天，君子报仇三年不晚，总有一天追到你天涯海角，对不对？是不是？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个故事叫黄蜂追人800里，有没有听过？有一条蛇，毒蛇，好像被人家捉弄过，还是冲康哦。那蛇很毒，很会记恨。那这个人跑哪里就追到哪里，那就咬死他。那一个故事，还有台湾两大女鬼的故事，知不知道？一个叫陈守娘，一个叫林头姐，过海去把害死她的人押来台湾死。这只是人的烦恼，千万不要做坏事哦。总有一天人家记得。所以很多人害佛毁谤佛，佛都这样不吭声。那真的是佛善观也缘起啊。
那对方觉得，哎、欸，我害你，我没你，你都没顶没当哦，继续没继续害，世间人就这样，都是这样子，他不知道自己，甚至他在造恶业的当下，他其实就在受恶业的侵袭，然后他自己在受果报。他不知道，所以26颂、27颂，我刚刚就是再说一次，世间所有一切业都是烦恼而造，而这烦恼就是这个业的因，但是这个烦恼是虚妄不实。既然烦恼是虚妄不实，那你所造的业又怎么可能是实有的呢？第二个，在观察烦恼和业的因缘，有因有缘而感果，这个果是受生，不管是你这一生的果报生啊，得果报。但是前面说了，烦恼和业是空性。那所受的身果报身又怎么会是实有呢？好、哦、这是26颂、27颂。哦。好。了解了吗？那如果不太了解，我们把这个应顺长老的给大家念念哦。然后再来就讲第28颂。但是我们这一品几颂，这样讲会不会太快？30几颂？33，好。26颂我们看。好，把它念过去。一切世间的善和不善业都是从于烦恼而造出。有烦恼才有世间的诸业，有世间的诸业才招感世间的诸果。有漏业的动因主要是爱。这爱是爱烦恼齁。就爱取，爱自我的生命，爱世间一切，就贪爱啊，爱烦恼啊。因内心爱取的冲动，透过身口就造业。这是因为因诸世间业是所引发的果，因果有着不相离的关系。如果假使能生的因是实在，所生的果或者可以说它是实有，但是烦恼也是非实啊，从不实的因中所产生的果怎么会有实在性啊？27颂，同样的理由，这烦恼和业又是苦痛的果报生的因缘，生的因缘的烦恼诸业既然是空无自性，那这个受果报的诸身又怎么会是实有呢？空性啊。那我们说了，其实他讲的这几颂在前面的几个偈颂或几个品都讲过，为什么他重复在说？他有两个理由，第一个使令你熟记牢记，第二个使令你产生信心稳固，所以他要不断的重复，用不同的方式讲一样的东西，基于这两个理由。这个在中国的诗歌里面就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形，像鱼啊，鱼儿水中游，要跑东跑西跑南跑北，东南西北中发白，这样跑来跑去，笑话听得懂啊？啊，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有没有听过《诗经》？那既然鱼都在水里游来游去，他为什么不直接说鱼戏东西南北中？为什么他要一个一个讲？
这个除了文学上的修辞以外，还有对于你心的稳定，还有对于这个文学的可读可看性。但是在论点这样说，就基于我上面那两个理由，知道了吧？好，26送27送结束，再来28送。无名之所避，爱结之所伏。这讲到这个爱哈，这我们要正确的认识这个爱。在佛法里面，这个爱是爱取，是爱烦恼，就是贪，贪爱，贪烦恼。在基督宗教，他们讲的爱，为什么？你不要把它误会成那种很狭隘的男女或者是亲情的这种爱哈。所以他们的爱的诠释不同，应该怎么说？是有一种上对下。主对仆的给予这种恩泽啊，你不要讲爱哈，恩德恩泽。所以说，当你对上帝祈祷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的光射入你的心中，你的心就充满圣洁，然后他就觉得上帝的圣光义爱洗清我一切的罪恶。然后愿上帝呢，这个祝福我啊，阿门，对不对？你会不会祈祷？不会。以前我们在学比较宗教学的时候，这都要学，因为你要这样学，你才会知道哦，彼此的各个不同的宗教之间，他讲有时候讲同一个字，但内涵不同，弄清楚。那佛法是不讲爱，佛法讲的是慈悲。这种慈悲是什么？无差别的，是基于空性而无差别平等的。更不要说这种大爱这种事了，哦，不说了啊。为什么我讲这个？因为在佛法里面讲的爱是爱结。结是什么？结使啊，结使，这个是这样子哈。结使就是烦恼啊。它是旧的翻译啊，结使，不是 get saving 那个，知道吗？结使，我们看什么是结使，烦恼的亦称，这个烦恼啊，把你这样子牢牢的捆绑，然后又。怕嘎，对吧？怕嘎，对吧？安尼裹起来，裹做伙，阮就讲人有时阵吼，无明啊，就脑筋会怕嘎，就是安尼啦。那说恼乱众生，称为始。不能出离生死，称为劫。所以以前的烦忧就是安尼，烦恼就叫做劫死的台语怎么说？班长，劫死的台语啊？
好，不知道没关系。拍架就讲烦恼就好，烦恼你看拢有心吼，对不对？心出来，心就烦嘞。啊，就心有火啊，火就咧烧啊，烧着你会烦，对不对？啊，搁有九劫高架，对不对？啊，九架，哎，不知道，我台语真是差。爱会慢，无名贱，取一级千。九种劫死劫福，众生不得处理。好，先说到这，再回到这劫死就是烦恼。那我们看，能使我们生死流转的主因，在这小科哈，无名和爱取，就贪爱。所以他说，无名之所蔽，爱劫之所伏。所蔽障的是谁？所伏劫的是什么？是谁？是我们。所以无名所蔽的当中，所蔽障的当中，你要知道它到底是盖住你什么呢？你如果看见一切事物都是缘起，是空性，这无明又能够盖住你吗？障住你吗？是吧？所以他这里说啊，无明所蔽的当中，主要是在缘起幻象、妄见自信相中，直觉就有自信。外执事事物物的实在，内执五阴中自我的实在，所以这个是无明所障蔽的，就是我们把所有的事情啊，认为它是实有的，不管是外或者是内，我们都认为是实有。我们认为实有的，所以我们就有自己的妄见了。以自己的妄见去认识世间的一切，那当然就是虚妄，就错了，这就贪爱升起啊。所以前半颂无名之所蔽，爱劫之所伏，是这样，系伏着你，由爱烦恼或无名将你系伏障碍，你无法解脱。这是前半颂，后半颂说的是而与本作者不异亦不一，那怎么又突然跳到本作者不异亦不一呢？这个意思是说啊，在前面前半颂无名的爱劫，这应该是这样说，无名之所蔽，爱劫之所伏。如果无名和爱劫所障蔽、所绑缚、所障蔽、所绑缚的，你认为这个你是实有，才会产生无名和爱劫。如果这个你认为是非实的，是无我的，那哪里是有无明和爱劫呢？既然没有无明和爱劫，就是不依不异啊，就断除了这个无明和爱劫啊。啊，这个是可以是一种讲法。第二种说法是说，无明之所蔽，爱劫之所伏，对于所障蔽住的
作者和受者之间关系。作者是带来啊无名和爱结的主体，受者就承受无名和爱结这烦恼的身体。因为你有烦恼无名，所以使得你身体不得自在而造业。所以呢，这个无名爱结与你的身体是不依不异的关系，不能说是不同，也不能说是相同。哦，是这样。好，这个是第28颂。但是如果说你观察自身，自身是不是实有的，然后身不存为空性，既然客体不存，主体呢烦恼爱结，我无名和爱结也不存在，因为主客之间啊必须是不依不异、不即不离的，一个没有，另外一个就没有了。好，听不听得懂在讲什么？好，我们休息五分钟，好，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给大家再说一下下，然后呢，我们讲29颂。我们看29颂，业不从缘生，不从非缘生，是故则无有，能取于业者。无业无作者，何有业生果？这里应该问号。若其无有果，何有受果者？这也是问号。好，这到底是在说什么故事呢？来，我们来看。在第29颂，他是说，龙树菩萨以缘起和空的角度来理解这个业。好，我们来讲哦。但是外道呢，以自信的角度来谈论这业。好，龙树菩萨说，从缘起和空的角度来理解这业。业的升起从两种来说，一种是缘生，一种是非缘而生。非缘而生当然是错误的，违背业果的法则道理。那缘生，这里的缘不是因缘的这个缘啊，这里的缘讲的是什么？自生、他生、共生。也就是说前两句啊，前半颂讲的是四缘生诸法。哎，不，讲错了，讲四生。生起是有四种生。第一句，这个缘是从什么？自生、他生、共生而生。下一句，无因生而生。但是呢，这都不是缘起，这都不是缘起。以自性，以无自性的立场来说，诸法从缘生啊，无自性，所以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都不可能。所以在这个偈颂，主要龙树菩萨要破除的是业从这四生而起，
都是错误的啊。好，这个重点就是在这里哈。下半颂他说，能够升起具有自信的业，这个升起有自信的业，它一定要有个造业的造作者，有可能吗？不可能，因为业是原生无性的。既然原生无性，那作亦无性，作者亦无性啊，两个做法无性，作者无性。更何况所造作的业啊，所以业的升起是缘起的无自性。这第29颂就在说这个啊。应顺长老的解释也是一样，我只是把它纲要性的介绍给大家。好，这是第29颂。要不要再说一次？好，这里的他这个啊，业不从缘生哈，业不从缘生，这里的缘呢，不是缘起无自性的那个。缘起因缘哦，不是，他这里的缘是什么？自共啊，他啊，三生啊，再来不从非缘，这个非缘指的是什么？无因，那业究竟怎么产生的？是什么？缘起而无自性，而空性。你说它是空的，但是它这个空也不是说完全都没有。你说它是有，那也不对。它是一种幻有，不实在的有，我们就称为假有。是吧？所以这个空性哦，既非是断灭的空，也不是实在的有。那我们说的是这个真空妙有啊，真空不爱妙有，妙有不爱真空。我们常常这样，但是你要跟人家解释清楚，要有条理。不要说空即是有，有即是空啊，空不异有，有不异空。那这样讲了老半天，大家都到底是有还是没有，不知道。因为这个是般若啊，大家读过般若经，里面有一个核心的句子啊。这个在扬州高敏寺打禅期，他不管你，他有分初参的和老参的，初参的好像是在下层的禅堂，老参的是在上面。一炷香两小时，不打折扣。但是初参的刚去打禅，
坐半小时就在那边嘿嘿叫，真的，我碰到这种，我都觉得有时候坐在那里就，刚刚有点感觉，我就听到，然后就在那边，那有时候觉得，这个痛我还能把它当做，痛就让它痛，我心不痛，心不动，他那边一害我就，我也是坐不住了。有的说哇，你是这么严格，修行就是这样。到临命终的时候，你再来说哦，这个怎么样，这个那样的。我们的佛法有时候它像个白开水一样，没味道，最能解渴，融入万物。但是大家就是喜欢那个加茶叶啦，加奶精啦，哥加什么炼乳啦，吃了就得高血压了、糖尿病的啦，一大堆，佛法就越来越不纯。然后修行的定义也模糊啊，来听讲就是修行啊，来寺院呢、就是修行啊，修福报啊就是修行，乱讲，这个叫无有是处。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业不从缘生，不从非缘生。他这里的缘哦。这个都写上去了，对不对？它是根据这个四生来说，那这个空性，我们说是空有是什么？不恶不爱啊，这个我们称为是什么？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这个是什么？就是般若。在《般若经》啊，常常出现这句话。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在五蕴身心来说，分心和色都是空性。身体分色和心，那这个身体的外境，色法也是空性。既然都是空性，我一念心造三千诸法，外在的山河大地世界也同具三千诸法，这叫色心不二。色造三千，心具三千。色心不二，这是般若，懂吗？如果从华严兴起的角度来说，那就不一样了。一切法都是心所造，心具三千即可。那这样有问题，这不是般若，这是如来藏学。但知道两者的差别啊，学说的不同啊。先从般若空性开始说，来，先从般若生空性开始说，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是什么？缘起无自性而空性，这空性
不是真的没有，也不是真的有。所以我们说不是真的有成为什么妙有或假有或幻有，不是真的没有，就是不是真的断灭的空啊。那空有是不相妨碍的。好，基于这个原则，我们再来观察我们自身。身心是五蕴的身心，是吧？色受想行识，来，有学过唯识是吧？色蕴是色法，然后呢，受想行识，四蕴是心法，对不对？这没错吧？嗯。色和心同样，它互为表里，各有主从。没有色无法显心，没有心不能出现，不能这个让你呢知道有这色法。但是这都是空性，一切无所有不可得。所以我们自身色心不二的是空性，但外境，我们身体外境，外境所有一切山河大地、草木瓦石，这些是色法吧？对不对？这也是空性啊。就天台的一念三千这个观点来说，我心一念出来，三千诸法具足，但是亦不损于外境色法的山河大地的显现，它就是同时法尔如是的在那里各安其位。这个才叫色心不二啊，都是空性。我一念心起三千诸法，外境的三千诸法是色法，然后也同具三千诸法，色与心各能造三千，各具三千，都是空性。这是天台中宋代天台很重要，这叫心呐、啊，色各具三千的。但是全部都是缘起无自性而空性，天台宗是走这个路线，但华严不是这样了，他走的是如来藏学。一切法由心所变现所造，这出自华严经啊，心如工化书造种种，不，心如工化师造种种种五音，对不对？一切都是唯心所变，唯事所不是唯事所，一切都是心所变现。这叫性起思想。那如果你的思路是偏到这边来，那就不是正统天台宗了。听不听懂我在讲什么？哦，你要严守这个路线啊！天台宗讲的是缘起无自性空性，就是这个般若路线是天台宗的正理。那么为什么在宋代一分为二，三家三外派，就是有的理论招可以加，招来加，但它是不是佛法？是啊，他只是不是天台宗的路数而已啊。哦，我在土城讲这个时候，给开人转播隆中透会，安尼把酒安尼，我这样翻白眼，
现在有在录哦，全部这样说哦，头壳足顶嘞。这样我来解释：心色各照三千，然后心与色无二无别，这也能够呼应到，这是什么？湛然大师十不二门里面色心不二门呢、啊？然后呢，知理大师的十不二门主要不是十不二门只要抄，台语讲太多了，十不二门只要抄的第一个啊，爱听我。哦，这是我博士论文。嗯，对了，我们今天要把这一瓶讲完了。那我奇怪，为什么讲一讲的时候都会讲变台语？十不二门只要抄个十不二门主，哎，秋季哈、啊，哦，好，改天。用台语来讲天台宗，好不好？讲天台三大部，底下一定大家笑成一团。我以前跟慧月长老学法华玄义摩诃止观的时候，他都用台语讲，但我都听得懂。真的讲佛法，佛法有不可思议处。哎，我怎么一直拿麦克风？佛法有不可思议处，你专心致心的听，真的哦，真的，我相信不管什么语言，你讲佛法你都能听得懂，但是一讲生活语言 conversation 就听不懂了。所以长老对我讲台语对答听不懂，很奇妙，该认识到。来，我们看第三十颂，对不对？接下来就快如闪电了。无业无作者，何有业生果？若其无有果，何有受果者？好，这意思是说啊，这龙树菩萨用的方式是推论。他是说，没有所做的业和所造作的作者，这两者都没有，哪里可以说有业能生果呢？好，再回过头来，业所生的果不可得。既然没有果，你怎么可以说有造作业果的主体呢？我都没有。所以呢，结论，不论是业造业者，果受果者，产生果，主体客体，这一切全是空性，不可得。那我们平常哦，如果照这样来思维哦，这中观学它这个破执啊、破烦恼，像利刃一样，一剑挥过去，无明烦恼都被斩断，非常强。非常强。禅宗就有这个意味，当你举出话头，什么是无的时候，疑问一起，你突然所有烦恼妄想都不见了，它就这么立。但是这样的方法不适合很多人。第一个，你对法义要有深入的领会。第二个，你能够有深湛的定力。第三个，你这样一坐观，求告天，一坐观就能成功。但是一般人不是哦，一般人然后告诉他次序啊，
先有戒，由戒清净而定，然后定呢也能清净，然后明净而住，之后呢在基础上，这个基础上而修观。修观的时候，有时候你又觉得烦恼妄想起来，这个时候观先放下，来修定。然后呢，一会儿止，一会儿观，像跷跷板一样，一下这样，一下这样，最后趋于平衡，就止观爽语。中观学和禅宗话都不是这样，一下直杀要害，那一般人马上就像那好癫的。等着心中也无强啊，等着等等死，是不是安尼啊？那这心脏要够大锐啊，心力要够强。你去看《禅师语录》就是这样。我本来想开一门课，就是要讲《禅师语录》啊，中观般若啊，这怎么运用？开不成，一个人报名。在法鼓文理学院佛学不是推广教育中心，嗯，我随缘哈，因为那边主要是有人家的法鼓家风嘛，啊，好，三十颂结束，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颂连讲。三十一颂，如是啊，三颂连讲啊，如世尊神通所作变化人，如是变化人复作变化人，复变作化人，如初变化人是名为作者，变化人所作则是则名为业，诸业即烦恼啊，不，诸烦恼即业，作者与果报。重点来了。都是如幻如梦，如焰如想。好，前面寄送我们已经说了啊，作者这造作者啊，业果报或是受者，全部无自性，都是缘起幻化。就如同啊，世尊以其神通所变现的化人一样，变化的人啊。都是如幻如化的，这是第三十一颂。三十二颂呢，现在他开始解释，这个变化人就是作者，变化人所造的是为业，但是这个变化的人呢，是虚幻不实的，所以他这个作者和业也是虚幻不实的，这是第三十二颂。第三十三颂最后做总结论，将烦恼和业作者果报都是幻梦啊，如焰如想。这个焰啊，我们称为阳焰，这个想是回声啊。阳焰是什么意思？幻梦大家应该知道吧？梦中所，你在梦里面所造作的，虚幻不实啊，是吧？但是有时候梦境会带给你一些启示，有时候呢，有些人的想法他不想当面告诉你，但会他会透过梦来跟你提示，这个是有道理的。为什么你会梦？还是基于心来的。你会梦到对方，那几百万年啊，不几年不见的人。平常对他都没印象，你突然梦见他，这表示这个人想起你了。你不要不相信，有这回事。梦境有时候会带给你一些启示。
但毕竟它是虚幻不实，我们也不用把它看作多怎么样的事情。那现在要跟诸位讲的是阳焰，阳焰是什么？说穿了，什么都没有，它就叫做，如果没记错，就是海市蜃楼。他这边也没讲。阳焰的意思，汉语大词典是什么呢？浮尘为日光所照的时候，一种远望似水如雾的自然景象，就是虚幻不实啊。阳焰，海市蜃楼，它常常是远程的物体啊，透过空气折射或水蒸气的蒸发而显现在你面前的一种虚幻不实的景象，就称为阳焰。所以在沙漠里面最怕碰到这个，你会幻视幻听，就是缺水的状态。不缺水你也会这样幻视幻听。哦，这是阳焰，可以吗？再来，如响，响是什么？他说回声啊，山谷的回音，声音本来就虚幻不实，透过山谷之间，声波折射回来。它是实际的吗？不存在。啊，因为看那响，等一下我们再看看英顺长老怎么说齁，那响是什么？教育部一体词典，响是什么？声响之意，回声。出自南怀子淮南子，响这意思啊。说文，那响是发出声音，能发出声音的。所以佛法里面讲的响就是回音。好，应顺长老他的讲义你们看。好，结论啊，烦恼和业作者果报都是没有自信。幻是指魔术幻现的牛马像，梦是梦境，焰是阳焰，响是鼓响。人在深山中发声，这边高声大叫，那边就有回响，但没有真的人在那里发出声音，都是你自己的声音反射。所以呢，业烦恼作者果报都是幻梦、阳焰和回响，无有自信。讲虽然是这么讲，但是我们的烦恼还是存在啊。我们碰到对境的时候，还是觉得这怎么会让我这么痛苦？这人要好地好死，对不对？实际上是我们的烦恼啊，我们的烦恼造成。我这个现在想起世尊哦，他在讲经，外道买通了妓女，去世尊的讲经大会上面去乱，说你讲的头头是道，很好啊，你跟我生孩子，我大巴肚，你是要安怎解释啊？佛就把酒给搅啊，不是啊，佛就慈悲的看他，就所有的众弟子全部惊着，啊，这那女的大巴肚啊，生个水水安尼。哦，经论里面是讲的很神奇啊，周天护法金没送啊，
神通力一直盯，那木桶掉出来。然后这个女的满面羞惭的落跑，就大家说哦，原来是木桶。然后再回过头来看佛，佛还是如如不动。他们就心怀惭愧，继续听佛讲经。这个经论里面是讲啊，诸天护法这样使令神通力，让木桶掉下来。我的解释是，可能绑不牢木桶太大，然后被小老鼠咬了嘛，掉下来。那这难道说是没有可能的吗？是吧？但佛都不动，这很难哦，修行就这么难，看认识知道啊。我说这烦恼啊，业作者果报，都是无自性。所以最后，一切法是即空即有，又非空非有，空有无碍中道。好，观业品，我们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今天是从第22颂，对不对？讲到33颂。下一品呢、啊，观法品，一共几颂？啊？下一品观法品呢？啊？12颂，我们也应该也能够一次课结束啊！我看这个内文啊，应该不是很困难。哦，好，那我们就今天说到这，有没有问题？最后呢，这个之前所说的四件事情呢、大家考量一下啊。那么我们在基金会星期三晚上的课，大约在2-4个月会结束。因为最后讲到后期大乘佛教的地方，除了中观和唯识的交互论战和互相合作的对抗和合流，还有最重要的后期大乘佛教这密教的地方要详加解释，之后我们会来讲法华玄义。那我调查法华学院目前在基金会开过只有雄丸老师一个人开过，其他人没有。或是大家要想学十波二门只要抄，我也奉陪啊。但我讲的话就不是只讲十波二门只要抄，我连三外派的注解通通一起拿来讲，然后大家来比较，到时候大家就会然后抽筋啊，那就看大家选择，我没意见啊。有一个信徒和或法师说，那你这卢寿法师真是怪异，简单的讲难，难的讲特别难，特别难的讲到最难，那我们都不要学了。这个。我是秉持妙净长老和显明长老的意愿，如果这些不弘扬，看他们摆在书橱里面，这个被蟑螂、蚂蚁、生虫子这样爬来爬去，我嘛是心肝会干渴啊，我的心嘛是肉做的，对不对啊？好，讲到这有没有问题？好，向下文长，赋予来日，哈。
好，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